录影只能锁焦距吗？没有啊，它的放大是用这样放，不是用这边啊，它是电子变焦镜哎、欸，可是它没办法这哦。第一次我就哭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就是因为你的人生中会其实会有很多人逝去或者说离开，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蛮无助的，就是想念的时候没办法看到他，我只能在周遭的时候寻找他的温度，然后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蛮难过。然后就是希望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能帮我拿起你们手机的手电筒，然后帮我点亮一下现场的灯光，因为这首歌有一个歌词叫做只为你点亮眼睛，就在第一句的时候，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手机还有电帮我点一下灯光。哦，谢谢你，已经有点了，谢谢你，哎，好，这个画面很感动，对啊，就是希望你们在无助的时候可以听这首歌，就是来去怀念你们的亲人或者说朋友，对。哦、oh, 对，然后换我讲，就是我也是就是要要谢谢蔡阳想跟我搭这首歌，然后蔡阳婷讲的都是对的，什么失去很多人，可是后来我遇到了陈雅婷，我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能够怀念你们的亲人或朋友，然后无助的时候能给你们力量。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了。我只为你点亮眼睛。
谢谢。